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间房子啊，它就是因为它是高楼层，那高楼层的话，它就会有个卖点，就是有景观。位在内湖科学园区这间15年的中古房，大坪数房型，预约来看房的人不少，但是总价不低，想入手就得考虑房贷能不能负荷。目前他很愿意放款的金额大概都落在80%左右。那如果以1000万为例的话，1000万大概在30年，每个月的还款大概接近是35000块左右。那渐渐的都包括连建商他们新开发的商品都会以两房或者大套房一房一厅下去做规划，因为房价堆叠的比较高。那如果说你还是买三房的话，那你的房价可能负担比例就会比较高。位在台北市区，屋况屋龄都不错，还有三房的格局，总价是超过了3000万元，这个房贷压力呢是非常的大。而根据了调查显示，30到40岁的购屋族，去年第四季台北市的总价呢大约是落在2000万元，而新北市跟新竹县呢是超过1250万，新竹市也超过1100万。这对很多人来说，房贷负担不起，就只能开始往其他县市拓展。在北台湾想要买房，荷包得够深。近年房价连涨，根据内政部资料，2021年第四季全国房价负担能力指标，全国房贷负担率37.83%，比前一季上升0.93%。全国房价所得比为9.46倍，其中可以合理负担房贷的区域，临近双北只剩下基隆市。以基隆的买气来讲，可以看到包括像是孝东路啦，或新丰街啊这几个区域呢，会是比较主要的买气的所在哦。那包括像是暖暖哦，因为它离汐止就是新北跟台北呢，交通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所以呢，也看到比较多的案件呢，新案哦会规划在这里哦。当房贷负担率突破可支配所得50%的临界点，民众就会对买房失去信心。房贷负担率必须小于30%才算是可合理负担。全台只剩下基隆市、嘉义县市、云林县、屏东县没有超过30%，而基隆交通便利，渐渐成为大台北向外移出的选择之一。看到这个房价哦，其实会有一个所谓的外溢的效果啊，那如果说这个台北市市中心或者是甚至蛋白区，现在蛋壳区的价格都相对比较高，那我们看到这个买盘，尤其是自住的买方，他就会找一个相对负担能力可以及的这些区域，然后如果说未来还有一些交通建设或者是一些利多题材的话，他可能会先去布局。不少房贷族因为有30年还款年限，能稍稍平衡买房压力，但房价居高不下，又加上可能面临升息循环，房贷负担仍是一大困境。上班族呢，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租屋上班，他选择北漂，但是呢，一旦面临到要成家购屋，他就选择脱北，所以他必须往外围去，包括像到新北或者是桃园，房价极其相对低的区域。举例来说，现在台北的平均单价是70万左右，但是呢，如果到桃园，大概是2字头或3字头，在桃园成家的压力呢，是在台北的1/3或2/2左右。想要晋升有壳族，只能离蛋黄越来越远。尤其在薪资赶不上房市涨价速度的世代，买房大不易窘境依旧无解。TVB 新闻华政森刘君台北采访报道。掌握全球情势，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